for way too long, but I don't wanna come down. Caught up in a long free fall, you got me off of the ground. Hello, 我现在要去上我的皮亚提斯课，然后这是我倒数第二天的假期，我终于休了一个六天的长假，然后前面四天我去了曼谷玩，然后剩下最后两天。另外一部分是我很久没有把我的 GoPro 拿出来用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它，所以想说来记录一下剩下两天我做了什么事情。每天都超满的，艾瑞卡都超不能理解为什么。我有一种以防万一病，就觉得嗯，这个也需要，那个也需要，就会都带。然后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没用到，但我就是还是会想要带，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。但我今天有多带笔电，因为我等一下想要说那种家用它的荧幕，它的荧幕超大的，然后拿来剪片或者拿来看电影都很好，在。跟大家分享。我在曼谷买的鞋子超可爱的，在那超大的百货公司，什么 icon 线买的。超多这种三层楼的小房子，它是 shop houses。它的一楼，应该是说它有点像是以前的建筑这样。然后它的一楼都会是卖东西的店，然后二楼、三楼是住家。那我觉得超古色古香的。然后我的皮亚提斯教室在那边的二楼。这地毯超可爱的。麻将，到啦！我真的好喜欢烤地瓜，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很健康。
才刚起床，今天是我休假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想说想要一整天都待在家，但我觉得好像有点太闷了，所以我现在决定去附近的一家早午餐店吃早午餐。我还蛮喜欢那家早午餐店，因为我觉得它咖啡很好喝。外面现在在下大雨，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来叫外送，不出门了啦，讨厌。我今天特别想吃意大利面。订完啦，我点了一个茄汁的意大利面，然后还有一杯冰拿铁，加一个沙拉。